我凯文阿尤索是第五中学一名学生，我还是一名套马的汉子，是一名牛仔。鸭蛋，你觉得我衣服怎么样？还行。帽子呢？还可以。那鞋子呢？还不错。你就不能说个好字吗？你好丑。那也说明我这身行头还是不错的嘛。小香香，怎么啦？在这充满浪漫气氛下，我们好像一对好朋友。凯文，借我200块。我没听清，你再说一遍。借我200块。我是说上一句。凯文，我是伊莱。真是的，自己这么多钱还坑我的。到底要不要同意呢？玛塔，你在干嘛？那波和我表白了，要不要同意呢？可恶，那当然劝分不劝和啊。你在说什么？必须拒绝。别人为什么？因为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。哦，难怪你要去洗肾。凯文，总算找到你了。不见不见。那我就揍死你，不过会让你死得轻松点。不要啊。骗你的。吓死我了。你会死得很痛苦。